羊狗狗，你真的准备好了吗？早上好。无情的掉毛机器。哎呀，我知道，这就起来了。看看今天会不会中奖？呀，有了！看看这个里面，这是有一个。呀，又有了！看看这个大的里面。狗狗掉毛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？就是在拿这条这样比较容易粘毛的裤子，然后呢，你一个不小心掉到了地上。当你俯下身去把它捡起来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哎呀，全是毛，太夸张了，千万要小心。搞破坏小专家。西卡，你在屋里干嘛呢？哎，又乱翻东西搞破坏是不是？你要干嘛？快给我放回去。干嘛呢？哎，还去拿？你要干嘛？可不可以不要乱翻东西？你看这屋子让你搞得这么乱。哎，又上桌子，还拿我笔，拿我笔要干嘛呀？以后可不可以老老实实的不乱翻东西？更多的打扫时间，你好，快递到了，在楼下，麻烦出来取一下。啊，好的好的。这次还是之前那个黑白的小狗给你叼上去吗？啊，对，你给他就行。一会儿下去好好跟人家打招呼啊，有点礼貌，去吧。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难道有人给我写信了？哎呀，你看看这地上让你踩的，出去一次就这么脏。西卡，你不回房间干嘛？嗯呢。